DRE number 01908329. Sell your home fast without the hassle of showings or costly repairs, and you pick the closing date. Get multiple cash offers from yourhomesoldguaranteed.com. Go to yourhomesoldguaranteed.com and start packing. 现在我们站在北皮诺冈的那个小区里面，就是2019年全新的condo。然后我们这边在5月份，我们团队的加基是左右两边都是我们卖掉，在一个礼拜之内，我们就全部把这个房子给卖掉。然后呢，是在这个小区里面最高的价钱，超过了20%。这套房子去年在市场上面很久的都卖不掉，上市了2次。看到对面卖掉之后呢，他们过来看 open house 来找我们。然后我们在一个礼拜内全现金，然后也是卖到超过市场20%的价钱。现在屋主也是正在找房要搬家了。这是那个客人介绍 chart 给我，然后卖七诺地的北七诺地的，这些学区都是999分的房子。因为我觉得跟 Jenny 聊的时候，他是能够懂我的需求的，然后他，我觉得通过跟 Jenny 聊过之后，我觉得他是让我觉得更 confident 的一个 agent， 相比其他的 agent 的话，所以我才选择 Jenny。我们在卖这套房子的时候啊，它是2019年盖的，真的是很新，然后屋主也是全身的升级，不管是电器产品上面也都是用最好的，音响都是最好的。但是在这个小区里面的话，这边的价格真的是跟屋主的期待值真的会差很多，对我们其实是真的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呢，我们做了很多的市场行销啊、marketing 这些事情。所以呢，其实每次 open house 的人来看的人都很多，非常的多，每一个礼拜大概就有20-30组，然后有 A 区，然后来看这些房子。但是呢，最后出价的上面，因为有估价上的问题，还是很难。所以呢，最后我们选了一个跟屋主的心中期待值差不多的价钱，所以呢，我们 open 了，所以呢，一切都蛮顺利的，所以呢，我们即将要完成交易。因为我的房子是当时是父母的名字嘛，所以说他们又在国内，所以卖起来就会比较麻烦。但是 Jenny， 是非常 experienced 的，他会帮我 set up everything， 以及叫我怎么样去告诉我父母去美领馆做一些公证啊之类的，然后还包括会计师，在这一方面，因为我之前没有任何 experience， 但是 Jenny 是在这一方面是非常懂的。在这次我们接到这个房子的时候，在团队上面大家都真的很给力哦。每个礼拜我们都是来 open house， 都有2-3个 host。那我们也希望是能够在这当中帮卖家找到一个很好的买家，能够欣赏到这个房子的人。这个所有的房子的装修真的是精装修，在这边整个区中也是不可能遇到的。但是还是会有物价上的考量，那大家真的是很给力，然后一起团队，我觉得团队很重要，团队合作真的是力量大。然后呢，大家都顺利的把这个房子给完成交易了。非常谢谢 Charles 的信任啊，在这次的交易当中非常非常的顺利的完成，谢谢。谢谢 Jenny。DRE number 01908329. Why risk working with just any agent when yourhomesoldguaranteed.com will guarantee to sell your home at 100% of asking price or pay you the difference in cash? Go to yourhomesoldguaranteed.com. That's yourhomesoldguaranteed.com and start cash.